Hello，江江，今天我们来找万圣节的宝箱。万圣节的宝箱呢，在我们的活动，活动这里哦。然后在这个永恒岛宝箱哦，总共有15个可以开启。目前我看到有6个。那我们刚出生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从我们右手边上去哦。有没有，直手就可以看到了。哇，一次就20个糖果哎！哦，对面，对面呐、啊！哦，这里有一个。哎呦喂！一个好像在边边的样子啊，好像在下面。呜呼！OK， 另外一个呢，在我们这个的对面。在到小岛之后左转。穿过去，好，接下来右转。沿着小路走。下来之后，在这边，耶！感谢各位收看。OK， 那因为我们的永恒宝箱呢，一个岛屿只有6个，那总共呢可以开15个箱子。那现在9个呢是可以到别人的岛屿去采，所以位置是一模一样的，可以看到位置是一样的。OK， 那因为我现在重生的位置呢在这边，所以。我这边最近的呢是下面这个宝箱哦，你先去下面这个。OK， 然后右边可以去踩第二个。再来是哪里？看一下，哇，这间怎么盖成这样？哇塞，太壮观了吧！像跟我出来的重生点不一样哎，要怎么找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换吧。我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。
OK， 这个位置好啊，至少这边可以拿到三个。最好找的是这个，因为旁边就有一个奇怪的岩石哦。开完了，碎啦，310个哎，这样都可以换，碎哦。好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先这样子了，拜拜。